殴打的时候，正是晚上八点过，此时的天已经暗了下来，很多人都在回家的路上，附近的商铺也准备打烊了。路口突然发生了喧哗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。那日晚上九点左右，刘斌的父母像往常一样等待着放学回家的儿子，然而左等右等，等来的是邻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这样的消息，刘顺立即骑着电动车赶往新兵区陈香香铁路道口的事发地。其实也是我的儿子已经躺了。大刘斌的两个人正准备离开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闻讯赶到事发现场，见两人已经被控制，刘顺便将施暴者任由警方处置，自己开始询问儿子的伤情。6月9日凌晨1点过，刘斌被殴打后仅仅4个小时，医生告诉刘斌的家人，刘斌因抢救无效离世了。孩子之间的矛盾究竟是什么？刘顺曾找来儿子的同学询问，但同学们都不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人是刘斌的妈妈，在儿子过世的两个月里，他将儿子生前用过的东西都做了清理，现在刘斌的房间已经没剩下什么了。二个孩子也是最乖的孩子，妈妈告诉我们，事发当天刘斌刚刚参加完学校组织的中考模拟考试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刘斌现在已经初中毕业了。莫某和弟弟刘斌两人存在着矛盾，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，出现想象中的讲和场景，事情的发展也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，他并没有得到讲和的机会。李健说，接下来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害怕。涉案的两名原防暴队员确实已经辞职，而8月5日涉事的这两名原防暴队员也的确已被取保候审。一根击打在头部的钢管断送了几家人原本的幸福生活，这里面有同学，有朋友，甚至还有恋人。如果没有这件事儿啊，他们将在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。然而如今他们却阴阳两隔，被迫失去自由的还在接受调查。未来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法律对他们的惩罚。不管是打人的两个少年，还是正在接受调查的前防暴队员，或者是眼前的我们。